开始前，请找一个舒服的地方，坐着或躺着，闭上眼睛，放松身体，并深呼吸几次，深深的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，感觉背是挺直的，肩膀跟身体自然呈现放松。好，再一个深呼吸，然后吐气。现在，想象你自己是一个无形宇宙的一部分，在这无形宇宙里，所有的星星和行星都有意义，并且充满了无法形容的能量。虽然这一切都是无形的，你知道你是这宇宙的一部分，并且了解这些力量。试着把这宇宙观想成一个形状，就像一个身体一样，观想它的轮廓在天空的衬托下灿烂地凸显出来。太阳和行星都是你的细胞，每个都充满了能量和力量，等待你去指挥。然后看见这形象爆炸成你自己的不可置信的光明意识，而觉悟到它是一个伟大的多的多重次元结构的一部分，在一个甚至更丰富的次元里向外散开。感觉它给予你力量，就像你给你的细胞能量一样。让这能量充满你，让这能量充满你。然后把它导向你所选择的你肉体的任何部分。